然后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小狗狗，看我两只手摸你前面地板，然后爬起来，膝盖碰到地板了。对，很好。小心，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小心，不要踢到旁边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比较多人，很挤。慢慢坐，好不好？慢慢坐。好，来，第三个是什么？什么王子？海马王子。好，我们随便一只脚伸出来，好不好？但只有一只脚哦。只有一只脚，啊，那你们两只手摸你的膝盖。哎，你撞到没被了？两只手摸你的膝盖，好了吗？还有屁股，不可以坐着，抬起来。要抬好，不可以坐着，一定要抬起来。好，那你们先暂停，看我这边。我等一下说一二三的时候，两只手会用力往下压，让这只脚不可以到轮才站得起来，好不好？你们看我做一次。三角形，三角形。Go ahead.